好好听的，我最喜欢那个假音那一段。哎呦，他小小的破音了一下，没有，那不是破音，那不是破音，那是故意的，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安排桥段，唱大概唱十次才能有一次这样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今天真的就是现场的时候破音掉，紧张有一点紧张，紧张吧。不过你还是就是把它稳稳的唱完，还蛮厉害的。对呀，还 OK， 还不错的。来，林晨老师有没有什么说法？冯轩。真的，你唱歌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感情历练不是很丰富的人。对不起，你错了。25岁啊，你交过几个男朋友？3个。3个，三个还好。三个，也就是三个都应该蛮幸福平顺的哈，没有太大的打击。所以，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打击过大。打击过大以后，所以对歌曲的那个判断啊，这是一首很活泼很轻松的歌曲。对，它的曲调是比较跳跃性，可是这当中还会有哭腔出现，这个是很少有的，当今只有你一人能够把这种歌唱到破音。他应该这个憋着嘴很可爱的唱，哎呀他，这都可以，你不要哎呀他。可是你声音的本身的音质声线是可以琢磨去可以训练去唱歌的。洪轩，你有带来加分题是不是？对。你要表演的是民俗舞表演。对，因为以前是学舞蹈的。哦，民族舞蹈，民俗舞蹈，好吧。来，没有在。我当一个钢管。有平呀，新华师大有体面呐，大门城的姑娘辫子长啊，两个眼睛真漂亮漂亮，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要嫁给我，带着你的家长唱着你的歌儿，坐着那马车来，声不厉害，哎呦，很好哎，很好，很有味道，很可爱啊！来，可是我一直以为我要一起共舞还是什么的，突然就结束了。因为我很久也是很久没有唱。你看吗？我早就知道了，他一定把我们当作台柱，对不对？台柱就是站在台上像一根柱子。来，包老师，你过关了，恭喜过关！你是今天到现在为止我看到最好的。没有，宪哥你太抬举我。没有。可是宪哥对每一个人都这样讲，他刚上一个也讲过。没有啊，他真的很喜欢。个性又好，对不对？很可爱。好，恭喜。谢谢。赶快走，拜拜。主审包小松老师让这位万红轩获得组团资格，莫非想组一团打破传统、强调民族曲风的舞蹈天团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台湾九大天团可是没在怕的，因为我们九强之一的 Style 就曾经演唱过陈志焦堂的《上海之恋》，并且已经融合独具民族风格扇子舞在里面喽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欢迎的是廖淑颖，欢迎我们廖淑颖。廖淑颖今年20岁，是河南人。Hello， 各位。身材也太好了吧！哎，你看哪里呀？我看就是直接眼睛刚好就瞄到了。没礼貌，我看女孩子都先看她眼睛。你确定吗？对，看她眼睛有没有在看你，你再看她的。你要什么礼貌一定要做到。哎，是。哎，为什么想来参加我们这个海选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可能会给我一个新的机会啊！我喜欢舞台。你是不是有演过那个？有戏剧的表演过吗？电影有拍，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和湖南卫视的这个欧弟一起，对，欧弟一起拍戏、啊。他是男一号，我是女三号。哦，那也不错啊。女三号，女三号。他演什么戏？狸猫换太子。电影没有啦，电影是潘多拉的宝剑。哎，人家很有特色。对你是不是有韩国的血统？没有啊，宪哥从哪里觉得我有？就这个味道有韩国味，然后
这个好像没有哎，我是河南郑州的，然后我是出生在这里，不过在加拿大长大的。哦，加拿大。啊，住加拿大什么地方 ？Vancouver。Vancouver， 住那里。我也曾经住在美国，所以我的英文就在那里学的。我美国住了7天吧。你呢？温哥华。难怪英文不怎么样嘛。温哥华住多久？我是初中的时候就过去的，所以一直到一年半之前才回来。来看看他舞蹈，看一下舞蹈。他说舞蹈是他的专长，来。可以感觉到真的是有一些舞蹈底子，因为刚才在多样变化的一个曲风的时候，他反应还蛮快的。只是，可是你现在跳舞了，不好意思再叫你唱歌，因为你现在唱歌一定更掌握不到。怎么样？试一下好。是唱啊唱啊。来，想唱就唱啊，清唱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我不会唱，好听。他真的唱。你都没有在听人家唱歌。好，交给老师啊，你个人觉得。好在你去唱了这样的。歌曲出来啊，我觉得你现在表现的，其实你声音是有特色的，就知道你刚刚唱的是属于中低音的部分，所以往高音跑并不是你的优势，就选择一些比较中低的歌曲了，会是你适合表现的一个曲风，而且你嗓音在中低音来讲是比较具有独特性。你说被遗忘的时光，类似是谁？你这个哎，大姐，我的 key 我已经在开唱了。你好配合哦。是谁？七月已经过了，在凉冬清泉。谢谢。好，可以做出评判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因为我觉得因为年纪很轻嘛，二十岁，未来还有20岁，对，才要满20，好年轻。那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，那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，也就是下次再有这样的比赛的时候，我想你吸取今天的经验，准备好做足了十足的功夫，的上台就可以一鸣惊人，啊，那当然今天很抱歉你被淘汰了。六输赢是输还是赢呢？他输了，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上，不是一次比赛就能够决定一辈子的。是的，下一次会赢的。老虎伍兹曾经讲过一句话
It isn't the last hall， 这不是最后一栋，是吗？真是的，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对，这不是最后一栋。哎，打完了输了，明天还是要比赛。讲完了没有？下一位，那我欢迎的是梁晨，欢迎梁晨。梁晨二十岁，两位老师好，男人。哎，哦，男生男生。这个啊。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发型是谁帮你弄？他们对。怎么样？你也想要用这样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得罪的造型师啊？为什么特别整个弄一下往上梳啊？因为我以前的发型就是比较颓废一点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跟你演唱这首歌的歌手有关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想模仿他吗？哦。你要演唱的是。这一集林俊杰的不懂，是不是有点像林俊杰啊？过来过来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跟他讲过。干嘛？不要他的面前讲林俊杰，他跟林俊杰传绯闻。不要听老贝贝讲的话。你跟他自我介绍一下，哎，你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喂，我声音不大像。你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抱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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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怎么样？他快要抱自己。怎么样？对他印象好吗？很好啊，他眼神会放电。会喜欢这一类型的男生吗？我觉得很阳光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姐姐，姐姐，他好喜欢你啊。我是说梁晨。哦，哎，对对对，赶快找个梁晨及时。喂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带来什么表演？啊，不好意思，翻脸翻太快了。什么歌？这一届林俊杰不懂，不懂。来来来，掌声！欢迎梁晨。这个歌听起来啊，让人家会回到回忆往事里面。会，你会吗？你会不会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是回到往事啊，童年啊，童年。对啊，妈妈对你的爱啊，或什么，会吗？妈妈拥抱你的那种感觉，会不会？有有有有，很好的感觉。哦，好的感觉。不要乱问，我是。我在配合你。哎，你唱歌好像林俊杰哦。是我的朋友跟老师。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亲。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不过这个歌是唱得还不错。真的。
好，有没有其他的表演啊？有弹唱钢琴曲。哦哦，钢琴啊，献歌的歌。哎呦，哇，钢琴、啊，你不要想不开啊，你要唱献歌的歌。钢琴，钢琴，钢琴没有口琴的，口琴自吹自唱那就厉害了。我们有准备啊，对，钢琴的。哦，有啊，来来，直接来表演一下了。才有资格坐着接受访问。哎，老师，哎，你个人看法？包老师，我看资料上你是编曲作曲，对，刚刚是，对，你自己本身的职业工作上就是做这些，对，所以你已经是一个专业性的音乐人。其实还是学生，是大三，然后在学。哦，一方面还在就学，然后一方面已经是就是专业性的音乐。大三总比小三好，是，差很多。其实我蛮比较希望看到你在舞台上动态的表现，就是至少在舞蹈上面的表现。想看动态的是吧？对对对。我可以表演一下一个特殊的跟音乐有关的。什么？他等一下一个人把钢琴搬下去。这么动态也还不错，这么动态可以吗？不是，我要随着律动的肢体的表现。那能不能边搬边摇？这是哪个做出来的？对，因为光是平歌声，其实我必须要这么说。虽然说你的声音的本质是有点真的像 JJ 这样子，可是只是就像长得很像的，比如说模仿某个人。他只是神韵像，但是他的灵魂并不像，精神并不像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声音的特色，因为 JJ 他厉害的是他的演唱的技巧啊，而不是特殊的那种嗓音。他唱 R&B 的歌曲，他的转音也好，各方面来讲，他是很精准到位的。那请问老师，老师这样讲的意思是，他是淘汰还是失败呢？哎，这同一个意思。好，同意。到底是过关，过关还是入选呢？有这么边缘？答案是。这个音乐已经搞得跟大白鲨快要出来了。很抱歉，你被淘汰了。哦哦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胜者为王，好不好？成功，它也就是一种肯定；失败，请把钢琴跟道具自己搬下去。谢谢。失败。啊，好可惜哦，良辰，但是你表现得很棒，未来前途。有啊，
非常的好太好太姐姐，你舍不得啊？唱歌很好听，对呀、啊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朋友再给他多几次的机会，以后上了台不再紧张，对不对？那就有机会成为我们艺能界的一员了。对，接着下来这位是。好的，接下来欢迎的是杨希雅。哇哦！杨希雅20岁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杨希雅，今天带来的表演是，我带来的表演是唱一段蔡依林的歌曲《特务 J》，然后即兴的边唱，即兴的边唱边跳。哦，等于劲歌热舞就对了。哦，那赶快来欣赏他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我们的杨希雅。边跳的杨希雅充分表现出想要获得组团资格的企图心，她是否能够成功呢？而她的出现以及组团成功与否，是否会对台湾区九强中的六组女天团造成威胁呢？越来越刺激的亚洲天团争霸战，请拭目以待。四川妹妹不只是舞姿令人钦佩，就连与宪哥合唱《屋顶》也是那么动人。争霸战总决赛即将开战，全亚洲的华人全面展开精英海选，未来将集聚台湾进行天团殊死战，最终只有一组冠军脱颖而出。我们将投资1亿元培训他们成为横跨唱片、偶像剧、电影、主持等全方位的艺人，未来亚洲最闪亮的全新偶像团体即将诞生。敬请密切锁定全球同步热播的亚洲天团争霸战。